却莫名出现。头发越来越多，二楼这个地方左右锁各三分钟，不要着急着发走，点个爱心收藏起来。俗话说十指连心，实际上十指不光连着心，也连着我们的五脏六腑，大拇指连着我们的肺脏，如果出现什么呢，胸闷气短憋气咳嗽，哎，您可以刮一刮或者推一推您的大拇指。食指连着我们的胃肠，如果出现了腹胀啊、便秘啊、腹泻呀、啊、哎，可以刺激刺激我们的食指。如果漫漫长夜您辗转反侧无法入睡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我们有小指，这是连着我们的心经，中医有一个词儿，心主神明，通过刺激您的小指，让您的神门关上，您就会安然入眠。别忘了给中医蒙大叔点赞，谢谢。